到了丹麦的第一天，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住的边上呢就是球馆，然后什么也没有，吃的也没有，超市呢可能也要走15至20分钟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超市买一些吃的呀喝的呀食材呀，可能晚上就是在房间涮火锅。天气真的非常的不错，然后看我们的小胖，因为我们这次离的超市有点远，所以我就提议说拿着小箱子去，然后结果他还真的带着了。今天呢，我收到了一个杂志里出来的送来的一个礼物，然后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拆开看一下是什么。是个小音响，马歇尔的这个牌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我觉得这个牌子用起来就是那些音质啊啥的都还不错。拆开看一眼，我旁边没事，这个太为难我的指甲了，真的。OK， 我们拆开眼。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给他打个光？来，大家请看，咦，有只光，好像这是我收到的礼物哟，嘿嘿，开心。非常认真的小何。光我看的就0-3惨败了。酒店到了，隔离酒店喽。Thank you.